为世界能源安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在长江三角洲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的龙头企业顺大集团正在快速崛起。它以超长的发展速度和卓越的研发能力迅速跻身于世界光伏企业之林，它犹如一艘可再生绿色能源的超级巨轮，备受海内外客商的青睐。顺大控股公司注册于加勒比海英属开曼群岛，旗下江苏顺大半导体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顺大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顺兴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顺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顺大光电有限公司、扬州顺大工程应用有限公司等六家全资子公司，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这里滨江临海，交通便利，风景如画，人杰地灵。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孕育了勤劳智慧的顺大人，也为顺大光伏企业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倪云达总裁慧眼识金，瞄准了可再生绿色能源的光伏产业，创办了顺大首家光伏企业。冬去春来，如今顺大集团总资产已达35.6亿元，总占地1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拥有一整套在同行业领先的高纯度硅材料生产线，40台镀金硅铸锭炉，216台单晶硅拉晶炉，120台硅材料线切片机，8条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可年产电子级多晶硅3000吨，单晶硅棒2500吨，多晶硅锭2000吨，单晶硅及多晶硅片3亿片，太阳能电池组件120兆瓦，形成了从高纯度多晶硅、单晶硅棒、铸锭多晶硅、单晶硅片、多晶硅片、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制造、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建设运行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的龙头企业。产品在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美市场有较高的知名度。顺大集团始终立足于三个坚持，即坚持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坚持环保、节能、安全的发展道路，坚持低成本、高质量的发展道路。顺大人始终紧跟世界光伏科技发展趋势，自主研发、科技创新，抢占高端。筚路循环的多晶硅生产工艺，物理法气销废液回收，全流程的回收再利用，确保了集团始终走在世界光伏产业绿色环保的前列。无衰减的掺架硅片生产技术，覆盖了全产业链的质量控制过程，确保了集团始终以高品质向用户奉献绿色新能源产品，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专利，抢占了国际光伏市场的制高点。近年来，集团通过了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创建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先后承担了5项国家及省专项科研课题，单晶硅炉热系统装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集团获得了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称号。8英寸单晶硅棒和大尺寸超薄型单晶硅片分别获得国家级重点新产品称号，
京顺、虎顺光伏产品商标荣获了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集团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内外市场。集团恪守以人为本、科研创新、服务全球的企业理念，不拘一格引进、培养、重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通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现有员工1500多人，其中外籍专家18名、海归博士3名、硕士15名、中级职称以上科技人员158名，大专以上学历员工有1200多名，形成了一支集科研、管理、经营、生产等多层次人力资源优势互补的国际化精英团队。来自不同国度的顺大人同舟共济，精心打造着世界级光伏产业的超级巨轮。福有后羿射日，今有顺大昔日，不同的故事演绎着同一个造福人类的梦想。顺大人迎着曙光，满怀梦想，步履坚实地一路走来。顺大人肩负着开发利用可再生绿色能源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勇攀世界光伏产业的高峰。一种信念决定一种胸怀，一种胸怀承载一种气魄，一种气魄铸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顺大。顺大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引领着中国光伏产业的前进方向，顺大人用自己的技术与实力打造着国际化光伏产业集团。正如倪云达总裁所言，奉献绿色能源，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顺大人的宏伟愿景和博大胸怀。